法官奶大。Hello。导播好帅，谢谢。三号，法官奶大。Hello。七号，小熊背包点。哎，说点有用的好吗？这边是漕宝路1052号，好吗？不服来干我们。9号，好饿啊。10号，我们的直播间是5726344，请大家记住。喂。请点击右上角的订阅。11号，喂。12号，Hello。只能自爆带被。哎，你好，听得到吗？听得到吗？可以吗？好，全场3、2、1，开始。各位观众，你们好，这里是上海 JY Club 京沪大战的现场，欢迎屏幕前的你们准时收看比赛，我是你们的法官次次。今天是上海 JY Club 正式开业第一天，如果想来亲临现场的观众们，请记得我们的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漕宝路1052号。在这里，我代替 JY Club 感谢各位来宾的到来。请各位到场的12位嘉宾做自我介绍，并说一下今天京沪大战的参赛宣言。现在请我们1号嘉宾李斯开始。我要对着哪？这边吗？没事，我们这边都是。哦，真是高端。先。先恭祝 JY Club 开业，上海店开业。还没充。据说穿这个 JY Club 战服就可以免费成为会员。啊，行，没事，我主要吹一下龙哥，因为这段话呢，从龙哥邀请我
之后我就想好了，因为从去年八月份开始是龙哥组的局，对吧？虽然这个我不知道牵扯到其他的节目有没有关系啊，这个 Line Man 包括 Panda Q 播放对这个狼人杀推广很有意义，但是龙哥的这个局，对吧？至少我们东南西北四个人都是因为龙哥才能走到今天，所以我谢谢龙哥，好吧，也祝龙哥 JY 球徒生意兴隆，就这样过了。二号大叔，刚刚一号玩家已经聊爆了龙哥的局，这是什么意思？我听着有点痒啊。好吧，我是树人大叔，然后呢，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行内人，只有我是个业余的，今天过来打个酱油，玩得不好，大家多包涵。祝 JY Club 生意兴隆。三号李锦，我很腼腆的，不太会说话，希望场上这六七八十四匹狼，等一下不要对我太残忍。至于一号玩家，我想问问你，八号玩家给了你多少钱？这么催他，但是还是要祝贺这六七八三位老板生意兴隆。四号大宝，不是，好话你们都说尽了，那我只能夸夸你们帅了，是不是？哇，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你很帅啊，所有人都很帅很漂亮，好吧？恭祝三位老板生意兴隆，啊，开100家分店，好吧？啊。五号桃子，对哪里啊？就怎么样？我就今天很高兴到这里，因为其实我平时社交活动不是很多，有很多都第一次见面，而且我都总是人家说的时候对不上脸。但是那个 JY 他那个名气比较响，我总是上微博的时候，没有，他真的名气很响，有很多我的那个朋友都说 JY 真的玩得很好，然后我就去看了视频，我觉得真的很厉害，然后没有，我觉得一定是最强的。然后再想说一句，就是这边是草宝路1052号，所以希望大家今后可以多多到这里来交流，好吗？谢谢。然后恭祝六七八三位老板生意兴隆，谢谢。六号囚徒，没什么说的，大家吃好喝好啊。那个，完了，那个结账的地方在一楼，别走错了，别走错了啊。所有单全部囚徒一个人买。我们在一楼门口增设了保安，你知道吗？就不付账是肯定出不去的啊。然后今天就很开心和这么多大神一起来玩游戏啊。我觉得这游戏其实没有就是厉害不厉害，我觉得玩得开心就好，交到很多好朋友，这游戏是我认为是一个社交工具，它有一天总归会超过陌陌的，这是我心中的理想。好了。七号 JY 啊，就是我们今天是一个京沪大战，但是我们北京和上海的朋友交友的一次友谊赛啊。其实我们昨天玩了一盘，然后总结下来就是北京的玩法和上海的玩法其实还是有些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以后呢也会多沟通多交流。我觉得上海这边算是狼人杀的一个真的实力的一个代表的一个地区啊，所以我们此次交流呢也是为了促进我们 JYC 的消费水平。你不是来卖包的吗？哎，这个秘密武器，这个要找不着狼是不是才能用，对吧？对，反正感谢大家吧，能够抽出这个百忙的休息时间来到我们 JYC， 然后跟我们一起参加这次叫什么？其实我们也算表演赛了，对吧，龙哥？反正多谢大家了，多谢大家。八号二龙啊，那个我特别感谢在座各位，非常给面子啊，不管是前面的嘉宾表演赛，还是这次京沪大战，非常欢迎北京来的高手们啊，因为我们平时都是桌游吧，都各个小圈子玩，很少有机会可以跟其他城市的高手们一起切磋。那我们 JY Club 现在是北京有店，上海有旗舰店，希望以后在其他城市大家如果想要加盟的话啊，也可以联系我们饮料大神，我们在 JY Club 官方微博上有这个联系方式。我们希望通过我们 JY Club 这个狼人杀这个比较专业高端的品牌店，可以增进各个城市之间狼人杀高手的一个交流。是我们弄个中美对抗赛吧。中美，我们说中文，他们说英文。我们 Amerika。
再次说一下啊，那个曹宝路1052号，希望感兴趣的观众可以到我们现场来啊，谢谢。9号小仓，我刚刚坐到这个座位上呢，右边的人跟我说，小仓我一定不会骗你，左边的人跟我说，小仓我会保护你的。其实在这个局里面，我感觉我就是一只待宰的羔羊，好吗？就是希望大家骗我的时候骗得用力一点。然后我会经常来这个 GIC 玩的，希望朋友们可以多多来这边玩。过。10号饮料。那10号玩家就是一张标准的广告牌了，对吧？三位老板大老板已经把该说的都说了，那我就打个广告，对吧？就是如果对我们的加盟有兴趣的话，请联系我的官方微博啊，或者是我的微信，饮料喝多了全拼都可以，然后我们再深入讨论一下。在座的都是玩狼人杀的，我就是一个看店的，对吧？那所以这一轮对我手下留情，对宝哥不要再泯我身份了，我还没有拿牌呢，过。11号王宝宝，其实我们今天能够凑这龙哥是什么眼神，今天我们能够凑那么多玩家能够凑在这一桌上真的很不容易，因为当中有很多我们跨越了很多，这我们就不讲，真的很谢谢 JYClub 开业，也谢谢三位老板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以后线下可以多沟通一下，我们真的是希望狼人杀这个游戏越办越好，然后今天这个8号先放他几天，今天先有别的目标，等会弄你。也谢谢龙哥，谢谢龙哥，谢谢龙哥。12号 Faker， 哎，不是，刚刚马上要切到我的时候，这个3号玩家说进广告，那你是忽略我了对吗？啊，我说一点啊，我本身最早呢是 JY 的迷弟，就是看他英雄联盟视频长大的。那么他开了 JY Club 呢，又离我们家贼近，我靠！我在去 JY Club 之前呢，只打过2把面纱，那么在 JY Club 打到现在这个。打到现在这个地步呢，也是多亏了 JY Club 的提拔，好吧。然后今天的配置来说，我应该是最菜的，好吧。希望各位大神多让着点，好吧。对对对，咱这块可以打我啊，好吧。球大这波棒，跟你站边，干的干的。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各位嘉宾。同时在今晚的比赛过后，我们依旧会为大家带来各种精彩的比赛直播，希望大家订阅我们熊猫直播间572634，这样喜欢狼人杀的你就不会错过精彩的比赛了，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 JY Club 狼人杀俱乐部。对我们的比赛有什么好的建议，以及对喜欢的选手有什么想说的，可以给我们的官方微博及微信公众号下留言，谢谢一直支持并陪伴着 JY Club 的大家，期待看到今天各位嘉宾出彩的表现，屏幕前的观众们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期待呢？是期待王宝宝跟龙哥的相爱相杀呢，还是李斯和大宝 PK 北影掌门之作？弹幕的你们一定是最清楚的。现在我们即将开始第一轮的比赛。本次京沪大战共4局游戏，2局玉女列白，2局守卫白狼王。现在我们将进行发牌。下面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游戏规则。本局游戏共12名玩家，分别为4名普通狼人、4名普通村民、4名神明。4名神明分别为预言家、女巫、猎人、白痴。本局游戏采取图编规则，狼人击杀光所有平民或神明，则狼人获胜；平民神明找出所有狼人并放逐出村，则为好人阵营获胜。本局游戏女巫全程不能自救，单液单药。解药用过后，法官会不会告知其当夜死亡信息。猎人每晚睁眼，法官会给予手势。这个为正常状态，可以发动技能；这个为被毒，不能发动技能。若出现双死，死亡顺序不分先后。狼人自爆不吞警徽，警长竞选将在第二个白天进行。连续2轮自爆则吞警徽。发言结束，请说过。现在游戏规则介绍完毕。天黑请闭眼的时候我再拿一下。我是狼子刀是退的。我笔没有。
现在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身份牌。请问你们是要平民视角？本局游戏采取平民视角。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确认同伴。狼人请选择击杀目标并商量战略。法官看到这个号码，狼人请闭眼，女巫请睁眼。今天晚上这位玩家死亡，你有瓶解药，你要用吗？你有瓶毒药，你要用吗？女巫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选择一名玩家并验证其身份。法官看到这个号码，这个是好人，这个是狼人，他是这个。预言家请闭眼，猎人请睁眼。猎人，您当晚的开枪状态为这个。猎人请闭眼，白痴请睁眼，白痴请闭眼。三二一，天亮了。想要竞选警长的玩家请将名牌放在号码灯上面，在我倒数后上警。三二一，把名牌放到那个，对，警上玩家有二号、三号、六号、七号、八号、十一号、十二号，现在时间是7:28，请十号玩家开始发言。玩家是一张预言家牌，昨天摸了这张十一号，对吧？先说原因，再报警回流，再说验人信息。原因呢，是因为拿完牌之后，这个人跟我说他没有见过这把 club 的牌，怕有卦象。然后我说不会的，不会的，你拿吧。然后他就看了一眼。然后我说那我们是不是就不同阵营了？我其实很害怕我晚上持刀，所以验了一下十一号，然后留下警徽流。桃子姐没上警，留一张五号牌。大宝表现欲这么强没上警，留一张四号牌。五四顺验，十一号是张查杀牌，就是我不知道你后面的狼队友是谁，但我觉得你不会是一张悍跳牌，好吧，过。十号玩家发言结束，十一号玩家请发言。你验我查杀，说我不会悍跳。我听完你的发言，就我认为你等会自爆了以后应该还有个自爆预备狼吧。就我是一个预言家，昨天晚上验了六，因为想让他查杀出局发个遗言就完了，但验出来是一个好人。那你说推谁也没用，因为来之前我做过市场调查了已经。因为北京的玩家特别喜欢什么井上炸身份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不那个了。反正六是我的一个金水牌，那个我警徽流，哎，如果没有，因为我建议你的狼同伴就救一下你，悍跳你还能活一轮。如果他们不救你的话，那就直接出局了。那我就先验一下，
哎，我就从井下验吧，因为我觉得井上没什么好验的，我就先验一下你，那个，先验仓姐吧，因为仓姐她就是喜怒于形于色，你知道吗？因为我第一天已经有一张金水牌，她能够带队了，那我就冲着查查去验，但希望你是一个好人，我也不知道。先验九，再验，啊，先验五，哦，我特别想赢，我就先验五，再把这个九验了，五九顺验。然后六号是个金水，然后我脾气一直特别好，所以希望大家等会投给我。搞错了，过了。十一号玩家发言结束，十二号玩家请发言。预言家，先验，先验龙哥，先验八号，再验囚徒，先验八，再验六，三号查杀，啊，还说我牌掉地下了，验出这张查杀牌出局。晚上吃刀我了吧，真是的。三号查杀验八啊，然后验六，三号查杀这轮出局，就这个应该是悍角狼了，看看李锦怎么跟王宝宝打配合啊，过来。十二号玩家发言结束，一号玩家请发言。他没有上镜。二号玩家请发言。二号玩家发言，十号玩家跳呢，我就张嘴我就不认他是个预言家牌，好吗？不是，是个预言家牌，因为紧绷的程度不够。拿牌之前呢，抿了波面相。两张牌我认为挂身份，一个是一号这张牌，一个是九号这张牌，两张牌挂身份，而且两张牌都在井下，这就奇了，他娘的怪了。而且一号牌有一点做作，头一次见面啊，我纯粹是玩游戏，拿牌是这么看的。这个字儿它是个中文，它不是个英文，到来看几次好吧。我认为这张牌身份不做好，飞可这张预言家跳的不好，好吧，跳的不好，我认十一号多一点，你跳的不好，你这预言家跳的太假了，而且他这个牌你发他查杀他就敢跳枪牌，好吧，跳枪牌吧，退水过了。枪。二号玩家请发言结束，三号玩家请发言。枪。这个状态满意吗？可以啊。是十一号什么出局？十啊，十我不知道，十我感觉有些虚，你略略的带了点场外，感觉害怕自己等一下变不回来，所以先说的自己不可能再是一个狼人，我觉得十可能是个好人。十一不好呀，你警徽流不好，如果你真的想赢，你昨天晚上一定会在五七里面验，对吗？我们场上你说想赢，验六我认可，验五我也认可，可是你到后面验了个九，我就觉得你不对劲啊。不不不，这不是那个意思，你听我说完。这个十一号玩家是一个相当贱的玩家，他的首验他如果是个预言家，一定是验那种就是最最能欺负的人，比方说女孩子，你桃子验不过，你一定去验酒，所以我认为你不好。但你发了个金水，那你就已经在侥幸架下了。我认为十一不好，不好的理由，你验六可以，验五九，有些理由有些相驳，所以我不认可你这个警徽。这个十二啊，别退，哎，十号玩家退水，退水了我也要把你干出去，好吗？反正你已经把我身份抿出来了，我也不藏了，好吗？二号玩家啊，这个四号玩家本来他是想上井的，应该是吗？没有，当时我把他按住了，我不许他把牌子拿上来，因为他等一下又要跟我发生误会了。就先这样吧，我不想认十一，我很期待八号玩家说他是个预言家，我一定会跟着他走。至于我底牌是什么，我要真是个恋人，好吗？哎呀，我真的想尝一尝，井下再说吧。啊，我相信大家都能看出来，我是一个挡刀猎人，对吗？完了完了，穿帮了。好，我是恋人，过了。三号玩家发言结束，六号玩家请发言。演戏啊，要从拿牌的那一瞬间就开始演，要所有人都上井，我最慢一个把牌子举起来的，就等别人发我一张金水。是吧？十一号，六号一张预言家出局。警徽流，我昨天晚上验的十号，十号是我的一张金水牌。验人思路很简单，那五七两张牌，因为桃子打得比较悍，我不是不尊重桃子，是因为他打得比较悍，我觉得验他
不如验别人，因为他一般来说也打得比较直接嘛，是好人是狼比较明显。那这边这张牌呢，你说我验他干嘛呢？那第一天来我验他，然后剩下一张龙哥，龙哥的招牌就是倒钩，我把他验了一个狼啊，倒钩不了了，那我就验一下，看来看去验十号，那是个狼嘛，十号出去接待客人也不亏，那十号是个好人嘛，留在场上作用也很大，那我就没验别人，验了十号，十号是我的金水牌，嗯，十一号发到一张我真预言家的一张，金水，那就对不起，十一号直接出局，十一号是一张狼人牌，一号牌进我的第一警徽流，三号牌进我的第二警徽流，我可能会改，因为三号牌这张牌的发言非常的奇怪，十一号牌其实发我一张六号牌金水力度，在场面上来看的话，除了我自己，别人都会认为他的力度很大了。你三号牌点的非常准确，你告诉我十一号做不成一张预言家，而且理由是因为他验人的思路比较奇怪，那我姑且认为你看得比较准，而且你跳一张枪，嗯，在我看来有点很做作，你又是什么，我又是枪，我是好人什么什么的，然后你很认可二号玩家的话，你认识二号玩家吗？二号玩家是狼，那说完了以后你直接跟二号玩家说，对，我就是一杆枪，对吧？你这个让我觉得比较奇怪。那警徽流第一张先三号，第二张一号牌，一号牌从拿牌的时候就比较奇怪，好吧，我六号一张预言家牌，心路历程讲明白了，警徽流我留明白了，后面七八你们也救不了十一号，十一号是发我后置为一张金水牌的，他目的就是为了干死十号，可惜十号退水了，而且十一号的发言里面眼界太小，他眼里只有十号牌，他没有后面这些所有的牌，他已经做不成一张炸身份的牌了，就十一号出局，六号预言家，好吧，你们狼队呢可以鼓起勇气投给十一号，好吧，打得比较简单，过了。六号玩家发言结束，七号玩家请发言。反正我是不太信六号这个预言家的，对吧？十一号呢，给六号。十一号玩家。十一号玩家自爆，可以自爆吗？八号玩家死亡，请留遗言。请留遗言。我说有遗言吗？有遗言，啊，哪个女巫这么残忍啊？啊，救一救就可。我不是女巫，不是女巫，我女巫我一定盲读王宝宝。我是一张普通村民牌，你们狼刀真臭。但是女巫是谁？我要待会看一看。啊，给点面子行不行啊？刚新来进来，我还让我发个言嘛。这个狼也是真是做作，妈，我警上让我发言都不能发言，还好我是那个有遗言。那我一定要找女巫，好吗？你们别怪我，因为女巫没有救我，我要找女巫。我觉得吧，我觉得你像女巫，真的。哎，你，别人肯定会救我的，只有你会不救我。老流氓是预言家，反水立井肯定一定最大了。王宝宝，哎，你这人是不是不能说脏话？你是不是狗啊？手到你就刀我。啊，下一盘我希望法官给我一张女巫牌，我一定盲读你王宝宝。You have my word， 好吗 ？You have my word， 啊，真的，下次救救我好吗？真的救救我，只有你会不救我。过，我是张普通村民牌，好吗？好人加油，过了。八号玩家死亡，请离场。天黑，请闭眼。八号玩家请离场。狼人请睁眼。狼人请选择击杀目标，法官看到这个号码，狼人请闭眼，女巫请睁眼。今天晚上这位玩家倒牌，你有瓶解药你要用吗？你有瓶毒药你要用吗？
女巫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选择一位玩家验证其身份。这个是好人，这个是狼人，他是这个。预言家请闭眼，猎人请睁眼，您当晚的开枪状态为这个。猎人请闭眼，三二一，天亮了。十号五号玩家死亡，没有遗言。哦，现在竞选，进行警长竞选，请退水玩家将号码将名牌拿下。能帮龙哥的，能帮龙哥的牌子拿下来吗？六号玩家自动当选，昨夜十号、五号玩家死亡，请离场。警长决定死左死右，警左警右发言。对吧？你想啊，我昨天是什么样心路历程呢？这个十一号给真的预言家，啊发了金水呢，十一号肯定出局了。我说我不信六号呢，我是想让八号哎，没准能跳个预言家保那他狼同伴，啊，然后在我这个视野里面，我觉得，哎可以这么玩一玩。当然八号出去应该是张，我觉得应该那就是张好人身份。五号呢和十号双死的情况下，我不是那个女巫，对吧？因为五号都没发言呢。对吧，我还是希望跟桃子多切磋切磋的，我不可能把它读了，所以我肯定是好人。然后因为第一轮的信息比较少，我们回顾一下。你验的十号是金水，十号呢上来炸十一号身份，然后呢十二号这边，十二号是给三号一张查杀，并且十二号是退水了，退水比较快。十二号这个发言呢，我觉得其实他甚至都做不成一个炸身份的这种发言，因为我觉得十二号井上的发言太差了，就是差的意思就是他根本就做不成一张预言家，所以我都不信他是预言家，他炸三号有什么用呢？十二号身份呢不太好，二号呢在井上的发言还有三号的发言我觉得都还不错。十二号和三号是不认识这张牌，那一号四号以及九号都没有听过发言，场上现在呢应该是有两狼或者三狼，所以你让我先这位发言，那我就给你标标水嘛，对吧？那你验的三号什么身份？我觉得你验的三号好人，十二和三不认识的情况下，狼坑可能在一十二里边啊，然后因为我觉得二三有可能是好人。然后五号和十号这边谁被毒的谁被刀的我不清楚，就说这么多吧。然后我七号是张神牌啊，七号是张神牌，确实是张神牌，好人牌过了。七号玩家发言结束，九号玩家请发言。昨天晚上死的是五号跟十号，十号是六号的金水，那大概率五号是被毒的。但是五号什么都没有发言，为什么就能被毒呢？就是这个局节奏太快了，有点不太适应，我才是第一轮发言。然后我比较在意的是十一号这个自爆的时机，他是在六号发了，就是六号发了十号金水，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给十号给六号金水，所以他肯定是一匹狼的情况下，然后在 JY 发言说我不相信六号是一个预言家的情况下爆掉的，那他是为了做 JY 的身份还是脏 JY 的身份呢？然后 JY 这边是跳一张神牌，但是 JY 刚才有一句话非常的刺耳，他说五号我是想跟五号多切磋一下，所以我是不会读五号的。那这句话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潜意识表达出这句话，我想想就是他说他不是一个女巫，他是女巫他也是不会读这个五号的。总之我总觉得 JY 这一轮发言不是很好吧。然后在井下的话，井下是一四五九，我是一张好人牌，然后五号是死在夜里的不知道，但是我想听一下一四号发言吧，我们连举票的机会都没有听过的。然后三号在井上的行为是
是去聊了这个十一号做不成预言家的点，所以我觉得三号的身份是偏好的，听六号预言家验人吧。过了。九号玩家发言结束，十二号玩家请发言。你们现在都在聊女巫的问题，其实在我看来，五号没发言在井下的，我觉得五号有可能做成女巫牌，所以他读的十，而且十号这个位置在五号那边，我看桃子也刚开始也是一直在看人，他读十号，他要是个女巫，他读十号原因是什么？还是说他抿到什么了？所以我觉得五号不像是吃不像是吃毒的，他像是更像是吃刀的，因为他没上井，反而是挂着那种身份，所以我觉得五号是吃刀的，好吧？这个我是我的想法，就是推出来的，不要张嘴啊，不要说我吃信息，这就推理出来。我看嘛，他在井下，这个人在井上，这个人这么跳，对吧？你说他能穿成女巫身份吗？我就不可能。所以我觉得可能有可能十和十一两个人两个狼在互作身份在玩，对吧？所以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五号肯定有可能是这个。是这个女巫牌，可能读的时候觉得他们两个人在玩，然后桃子姐应该是敏相很厉害的吧，对吧？这个读的十号应该是，我是这么认的，好不好？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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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我就是听下来六号预言家七号我认好人，苍姐这位置有点尴尬，可能要做个狼坑位了，好吧？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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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号玩家发言结束，一号玩家请发言。我应该保十二还应该打十二？我不太确定，因为十是场上现在唯一预言家六的精髓，所以七发言跟我说五跟十谁吃刀谁被毒不知道，你跟我说十二号玩家自爆，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狼人请选择击杀目标。狼人请选择击杀目标。法官看到这个数字，狼人请闭眼，女巫请睁眼。今天晚上这位玩家死亡，你有瓶解药，你要用吗？你有瓶毒药，你要用吗？女巫请闭眼，预言家请睁眼。预言家请选择一名玩家并验证其身份，这个是好人，这个是狼人，他是这个。预言家请闭眼。猎人请睁眼。您当晚的开枪状态，这个。猎人请闭眼。三二一，天亮了。六号警长，请移交警徽。六号警长，请移交警徽。六号玩家死亡。警徽撕了。没有警徽。那现在是7:49，十二。三号玩家开始发言。杰歪啊，出不了平安夜，我认为你身份不好。不过你打过十二，暂且先留着吧。警徽撕了，那一是个好人，对吗？其实你们不用去掰，警徽撕了，就警徽撕了这件事情，你们已经掰不了了。因为我都说了我是个猎人，所以不存在我是一个查杀。那一就是个好人嘛，我相信这个预言家也是个老司机，不可能乱来。九还行，九敢去踩七还行。那既然我认七不好，七又说二三感觉像两个好人，那二我就不动了。那兄弟你就对不起了。我想想看啊，
一匹狼，两匹狼。嗯，两匹狼。假设五读出去是一匹狼，那么场上就剩一狼。五读出去如果是个平民，场上还有两狼。嗯，因为我在高智发言，我只知道一一定是个好人，二我还不确定。嗯，我就索性一说吧。我是个猎人，今天我要出四号玩家，因为十一十二都上了井，井下一定有狼。这种高风险的井上丢后置位金水，我不相信井下没有狼。所以四号玩家你是为数不多在井上的人，一也没有上井，但是一是一张已知金水，二三上井，而且七前面说狼人出在一跟十二，二三感觉像两个好人，眼中没有四九，四九没有从来没提过，所以我对四九比较重视。嗯，就这样吧，我郑重的留下我的枪灰柳，七号玩家，本轮你不帮我出四，我就要开枪打死你，好吗？我联合一下一，因为一我们是同身份，其他我就不知道了。二九，但凡你们是好人，先把四抬出去，因为我是一个猎人，预言家把警徽撕了，他的警徽流是一三顺验，所以这张撕掉的警徽也足以证明一号玩家是一个好人，好吗？暂且不打二，联合二九先把四投了，因为我不敢保证四号玩家出局是否游戏结束。过了，我是猎人，今天带票出四，但凡有人有异议，请告诉我你是一个猎人，并且你后跳枪，你要先开枪，对吗？老司机，那就哪边发言？三号玩家发言结束，四号玩家请发言。就是这样，你三号是金水，我认，对吧？一三双金水肯定是这样的，因为警徽撕了，对吧？一三双金水，且你跳了枪，我就不聊。但是你有一个逻辑，我觉得是这样啊，你觉得我是的确，我自动排下来，我的确是进狼坑。但是你去算一下，你觉得五号是什么？如果五号是一张好人牌走的，场上剩两狼，对吗？场上剩两狼，现在剩几个人？一二三四五六。你觉得出我一个好人牌，轮次是不是能追得回来？如果你认为五号一定是一张狼人牌走，那可以，你可以推我，没问题。但我是一张好人牌，就是你说了那个逻辑，你说井下一定有狼，那五号是在井下的。你如果默认为只剩一狼，那井下一狼是不是应该是这张五号牌，对吗？讲道理，就是那十二号发言的时候，我都已经笑得不行了，因为就是七号牌。我跟你的逻辑其实有点像的一点是，我觉得 JY 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我觉得七号有可能是一个什么我不说啊，就是他在那个地方有点特别像在给后置位挖坑，所以你如果认井下有狼，有没有可能是二九两张牌，我不知道，但我是一张好人牌。你如果你是一张枪牌，你厉害，我没办法，你还要联合七联合二联合九联合，你去联合一可以，对吗？你们两个都是金水，你联合七联合二联合九三张牌，我就不是很开心，因为这三张牌也是我认为的狼坑，我是一张好人牌，对吗？如果你认为场上有两狼，那二九有没有可能，或者是二七有没有可能？那如果你认为场上还剩一狼，那你觉得会是谁？你只打了我四号，对吗？你说我不知道出了四号游戏结不结束，肯定不结束，对吗？就是我先来分析一下七号。首先七号在六号玩家在第二轮出现双死的情况下，七号没有能够认清这张十号牌一定是被刀，五号一定是被毒，这是一。第二点，七号在井上的第一轮发言里，他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去怎么判断。你们如果认为 JY 是故意的，这样我发一个很差的言，你们认为我作为一个高配，我不可能发出来如此差的言，所以我一定是一张好人牌，还是 JY 就是一张狼人牌，他可能上来没有太留意十号是一个金水，因为他在上一轮的发言中听到了六号玩家的以后，六号玩家发言以后，他七号玩家想着替十一号掰一波，然后他就忘了六号给十号发的金水，就这两种可能，你们自己去判断。这是我对七号的分析，我觉得可能是玩家注意发言时间。我觉得七号可能是好人的逻辑，是因为我不太信他一个这么高配的玩家会发言这么差。如果你认为场上还剩两狼，那只剩二九两张牌，只剩二九两张牌，那二九拍身份，如果剩一狼也是出在这两张牌里，我是一张好人牌，啊，我真的是一张好人牌，
然后这张七号牌，如果你听了我的发言，你觉得他是好人，你反正总归到最后那张一号牌归票，对吗？一号来归，他也是金水，你是张香牌，你比他那个金水更高级一点，但是我可能会在那个位置去听一号的归票。四号玩家发言时间到，过了。七号玩家请发言。就是上一轮在十二号发言的时候，对吧？十二号发言的时候，在聊到一半的时候，四号很惊讶的表情看着六号，然后呢，定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笑了一下。当时笑的也有你三号，也有我七号，你忘了，对吧？当时在笑的是三四七六啊，咱们四个难道不是好人吗？咱们四个难道不是听出了十二号聊爆了，咱们开心的笑了吗？对不对？然后说一下囚徒的验人吧，囚徒我觉得有可能是验的都是好人，所以他撕了，因为他不敢外之位乱给，因为他验了两个好人，这是我的猜想啊。那如果这么盘的话，一三是好人的情况下，四号冲我笑啊，你三号冲我笑，那我觉得是好人。而当时呢，一号又是去打的十二号，对吧？我先认为我最开始是去踩的十二号，我觉得我怎么着都是好人了。一号这边你三号能认一号好人，你又是个猎人，对吧？你身份最高，你枪口不要对着我，啊，我是认你好人的，啊，我之前说过二三有可能是好人，我不定，哎。然后呢，一号这边也是打的十二号，我觉得一号是好人。那现在盘不清楚的人身份呢？那场上要剩两狼也是二九，对吧？二九，我觉得这轮听发言吧。上一轮九号发言一般，然后五号要是狼，场上就一狼。那还有两个神呢，对吧？那你二九可以跳跳身份，你们可以穿个白痴的衣服，然后我是那个好人，对吧？回忆一下面纱嘛，对吧？面纱咱们都曾经一起开心的笑了，对吧？所以咱们都是好人啊，我是这么觉得的啊。我这轮想在二九里面出，然后三号然后九号和二号好好发言吧。一号打十二，我觉得一号是好人。三号猎人没人拍，四号这个发言，我觉得我认他是张好人牌。然后七号一张好人牌过了。七号玩家发言结束，九号玩家开始发言。我怎么感觉你们四七双狼在找扛推位啊？就是六号是把警徽撕掉的，那按照国际惯例是，如果两匹狼的话是外置位飞，两个好人是撕掉，所以一三是金水。然后我这里是一张普通村民牌，就是 JY 你在上一轮是认了一张神牌，并且你从头到尾都没有去盘过为什么十一号在你聊的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爆掉的，就是我就觉得很奇怪，而且你并没有去解释清楚你为什么去没有去聊清楚六号，你认不下他一张预言家的身份。然后囚徒说过啊，拿牌的一瞬间就开始演了，你刚才那个笑也是可以演的，对吧？所以呢，拿这一点来说，三四七是好人，四七是好人，我是不认的，我是一张好人牌。然后我觉得四号聊得不好，因为他通篇都是在找扛推位，而不是在自己表水。那我觉得你可以去聊干净自己的心路历程，你是怎么想的？因为你毕竟从来没有发过言，而且四号他在刚才聊的时候他说井下出狼，至少出井下，如果是按照井下出一狼的话，如果五号不是这匹狼的话，那可能是二九当中出二九，二号根本就是上井的一张牌，你连这个都不记得了。所以我觉得四号聊的并不好，就是因为他可能太过想去找扛推位，然后就是我觉得他聊的不好。然后这边我能下认识的好人身份是一三还有我自己，然后二号我还要再听一下发言，这一轮如果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话，我想出这个四号牌过了。九号玩家发言结束，一号玩家请发言。欢乐二打二，四七打二九，但二九里面出个神啊，我可以帮你们认一认。我认为这个二是个猎人，这个三是个小平民。出四吧，再出七吧，我觉得九过关呀。我不知道，那桃子出去是一个好人，我认为啊，因为四七同时告诉我，就你们的视角里都同时要打二九。如果你的底牌是一张好人，你就打一个人就完了呗，你们同时把两个人都一起打了。因为我如果是一个好人，我不知道五出去是什么，我找一狼我找一找，我找两狼我也会找一找，你们同时告诉我场上就一定是两狼，不是二就是九，二九一起打，反正二九只要出一个就行了。你没有想过一个狼的事情，因为七上轮起身保了二三，把我一九打成扛推，然后我一聊完变成金水十二自爆了。今天起来你又把四保了，那你就把九打死不就完了呗？今天又打二九了，
因为我认为二井上的发言还可以吧。二如果是个狼，这么做作吗？所以我不认为二是个狼呀。井上他在那个位置发了一张金水给六，不知道。但是如果四七都是狼，那井下只有四一张狼。我原来认为五出去是一张狼牌，但是四七同时告诉我，五出去应该是一张好人牌。先出七，再出四，还是先出四吧，好吗？七毕竟认了张神，但我认为你一定不是张神，因为你上轮聊得特别爆。上轮如果没有十二，我一定会要出七的，因为七的逻辑跟十二的逻辑其实是一样的。七说我不知道哪个人是女巫，不是十一定是个女巫，因为十是六的金水，十不可能被毒啊。所以我不知道四跟七是怎么能接受这样的事实，就是四用一个伪逻辑已经先帮七掰，七接着这个话说四，我们两个一起笑，所以我们两个都是好人。我难以接受这样互保的方式，好吗？所以我先出四再出七吧，够了。一号玩家发言结束，二号玩家请发言。发言稍微有点长，我选择这轮游戏我表水的方式不是聊其他的，而是把我对游戏所有的理解水木说出来。第一个是，我不得是十二号的一张狼头麦，因为我井上就说过，我说十二号你的发言绝做不成一张预言家牌，我信十一号还多一点，我讲过这种话。如果十一、十二同为我的狼头麦，我这样做的话没有这个必要，惹太多的嫌疑。我不必要去踩一个再抬一个，我要么就全部放弃他们，我要么就全部放弃他们，我要么就选择不聊他们，好吧？不需要这么做作，这是我，二号牌的一个情况。我把逻辑跟大家盘一下吧。到我这个位置了，趁着我发言的机会，大家可以思考问题。第一，一三一定是两张好人牌，因为一三如果是两张狼牌，警徽一定是外置位飞给一个人，因为两狼已爆，对吗？那么一三必定是两张好人牌，没有废给任何一个人的原因是因为两个人验出来都是金水，所以一三一定是好人牌。那么一三一定是好人牌的情况下，上轮七号的发言和十二号的发言，七号浅浅的聊爆，十二号是基本上已经彻底聊爆，他就是为了自爆，他已经没放弃游戏了，至少在他个人是放弃游戏，所以他是一张自爆的牌。那么七号聊爆的方式是故意的，我认为是故意的，因为他首先是跳一张神牌，跳完一张神身份以后，他故意聊爆，估计是看谁来踩他这张牌。因为他还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分不清十号跟五号到底谁是被刀的，谁是被毒的。他聊爆的方式显然不是他的水平，如果他作为狼的话，完全称不上他的名声。所以这张牌在我这个视角里面，这张牌我是必须要放下的，因为我没有资格来质疑七号这张牌。 OK， 那么视角就清晰了，七号这张牌我动不了，三号这张牌跟一号这张牌是两张好人牌，我是一张好人牌，那么狼坑就只剩下四九两张牌。四九两张牌刚刚的发言，九号已经跳了一张蛋，也就是说他已经放弃了可能穿神的衣服来替自己挡到了可能性，他已经被轮到了一个要出一个要可能被出的位置。好，那我再聊四号这张牌。四号这张牌对于五号这张牌的定义显然不够，那天晚上饮料这张牌倒牌独走五号这张牌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相信五号十号饮料的配置，他能够站在一个正对面的位置看清五号这张牌的面相，所以请注意发言时间，他必然能够独走五号这张牌。那么如果只剩一狼的话，狼人是一个稳输板，不可能赢，四九随便出游戏都可以结束。如果四九是两狼，那么还是出四号，所以三号玩家的说法是正确的，四九两狼出四号，四九一狼出完四号，他仍然刀不够，明天再出九号。我二号是张好人牌，我倒在夜里还是倒在白天，对于这个游戏，如果是一狼的话，其实是没有二号玩家发言时间到，好吧，发言过。本局没有警徽，各位玩家自由投票，三、二、一。四号、七号投二号，其余玩家投四号。四号玩家死了，共投出去。狼人，本局游戏，啊，游戏结束，本局游戏好人获胜，狼人为四号、八号、十一号、十二号，女巫为十号，第一号、二号、五号、九号。均为平民，狼人第一天八号选择自刀，没有被救起。
井上十一号玩家悍跳查杀十号女巫后自爆，十一号玩家自爆进入天黑。第二天，狼人找到女巫，并刀了双妖女巫十号，女巫独走平民五号，十二号玩家自爆。第三天晚上，狼人选择刀了预言家验出一号、三号为双金水，将警徽撕掉。猎人三号前置位号票出四号狼人，好人将最后一狼四号公投处置，好人阵营获胜。
能出神的情况下，为什么十号饮料选择没有救？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其实我是先看了眼你，然后我觉得他不太好，然后这个时候龙哥说你们都没看面具，没都我忘了，他说忘了敏身份了吧，大概那个东西，然后就是这。不像一张预言家牌，然后晚上这个人又死了，大家一上来起身发言都是龙哥牛逼，龙哥感谢，然后起身这人吃了一刀，我就觉得有点怪，对，然后我也想了好久，然后会不会这个人贼脏，我其实吃过一次亏，是因为我们在北京玩过一次，这个人知道吗？他是一张好平民牌，他被刀了，我坐他旁边我救了他，他起身跳了一个女巫，然后他李锦是知道的，对，起身跳了个女巫，所以那盘我那瓶毒呢就一直没撒出去，然后这一轮我说又是他死了，又是上来第一局，我说算了算了算了，忍一忍忍一忍，就没动，没救就没救。那我再采访一下，如果大宝知道会救吗？大宝知道。不，给我个麦，我来证明饮料说的是假话。给我个麦。饮料在他的复盘视频里面苦口婆心的劝新手玩家，玉女列白一定要开药，不开药好人牌就已经落后了，就是我他这是他的铁逻辑，你聊爆了聊爆了，不可能，完全就是不喜，就是因为开始，哎，对，个人恩怨，完全是真的，龙哥，不是不是，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的药只留给场上的女生。这个可以解释，这个可以了，这个可以解释，这个可以。作为场上唯二的女生，你把桃子给读了呢？就是我没说是哪瓶药，我没说是哪瓶药。你到财务去接下工资啊！你快了，他不上警，然后晚上拿面具是这样拿的，我就觉得好像是拿下来过。对，我就好像拿下来过，我就把它读了。读错不要紧，没救错。但是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你有可能杀了你，所以就把我读了。你们大家以后女巫持手刀可以继续读我，谢谢最高成就荣誉。谢谢，感谢。好，那么我们马上就继续进行第二局的比赛。好，本场比赛依旧为玉女列白，规则与上一把一样。好，我们马上进行下一把的比赛。今晚的京沪大战全部采取的是平民视角。可以吗？这波广告可以吗？好，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身份牌。还是玉女列白是吗？对。女巫，再是预言。女巫的声音，说别人那么多有什么意义啊？累不累啊？女巫的时候叫我，怕忘了。我把底牌压一压，压一压。如果我手刀保护啊，给我点游戏体验感好吧？你自己不要的。也是有龙哥说的时候啊。哇，那我知道还有手刀保护的。自己都能保护。哎呦，这十一号这么早就闭眼了。好，下面游戏正式开始。天黑，请闭眼。